彰化市长邱建富颁证奖牌，感谢彰化基督教医院、秀传医院及同城建设认养公园路灯。邱建富表示，认养路灯让路灯在夜晚保持明亮，提供民众安全保障，好比到寺庙点光明灯，都是在行善做好事，希望大家共襄盛举。我市公所吼，所负担的路灯呢，一年差不多将近要到3500万的这个电费吼。那么，咱今日非常感谢咱中华基督教病院、秀传病院以及同城建设来做我的这个利用呢，总共有利用吼389%，咱非常感谢。对咱来讲，虽然讲这个不是真大金额，不过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希望讲借由咱社会咱中华各界来利用。一旦来这个节能源的减贫，咱公部门的这个负担。彰化基督教医院认养成功公园清洁维护及水银灯100盏，秀传医院认养延平公园在前广场及水银灯48盏，同城建设认养水银灯100盏。到市公所受奖的三人都异口同声表示，回馈地方是企业应该做的事。彰化基督教病院100万单来，甲这个彰化市甲彰化的土地乡亲吼，做伙在成长。所以我們很早的有這種就用的計劃，也已經有幾十年了，剛才市公所這次很感謝他們有心能夠來做拋磚引玉，希望這些好的配合可以給其他的企業或是其他的公司能夠做伙來關心這個土地。为了感谢这些认养人，彰化市长邱建富也特别颁发感谢奖杯给他们。彰化市一年路灯费用大约需要3500万的经费，现在出现这么多善心民众企业认养路灯，也让彰化市公所省下大笔电费的支出。